玩新 game， 原来喺度，可唔可以用？我唔知道，就系用键盘咧，滑鼠定系用手掣？用咩玩嘅只 game 嚟噶？参加多人游戏，开始游戏，用手掣先睇下点。求亲指南，选项飘飘，垂直同步，有冇咩佢预设嘅？跟住玩下电脑大爆炸全景幕，揿一落去先可以转上限，总音乐，唔知啊，玩下先啦，唔知边样好啲咩？要套用，冇得取消唔使。开始游戏咩啊？現在搶先體驗有機會大爆炸輕機乜乜成成，開始點樣玩嘅？咁啊，可唔可以改啊？可以改啊！多人遊戲，多人遊戲咩？主機性能表現越低，因此最高用電腦玩咩難度？適合生存咩經驗值咩咩咁，針對玩個生存遊戲難度，普通困難自定，三個就休閒，你冇人蝕啲落地，所有物品會跌曬落地，呢個先啊，點解我唔知買？未玩过，我东西咯，噔，咩？点样玩？哦，开始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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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要整人，用翻呢个名咯。御前，诶，净系整人嘅。噔噔噔噔噔，六男六女，飘，全党中，呢度褪翻出一格嘅身体，啊，会一阵有粒头盔只 game， 即系就咁样咧，系改下颜色，发型。白色，飘，有咩眼眉嗰啲面部，我下边都仲有，飘。瞳孔顏色，頭髮，誒，我聽，嚇，六個啫，三個男仔，一個女，三個女仔，耶！Yeah， 哈哈，呀，随机时间就咁啦。OK， 开始游戏后无法重新编，预计今后将以更新如的加入。哇，时间就咁啦。个身体唔好改啊，我喐大小，冇得转，冇得转，再整个人系咁样。收啲啊！呢个咩大？攞五十啊？腿部
喺度食嗰啲大螺油咁樣，廿五萬冇睇到佢，時間啦，冇乜所謂，得啦。咁啊，而家冇得佢冇改呢只 game， 暫時改完冇得再改翻個新。咁啊，時間咁樣冇乜所謂。長按跳過，有咩雞煲？咩料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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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咪唔会震嘅，但系佢缩手就冇呢个地图。哇，咁呢啲似滑鼠玩好好啲喎。咁样救生指南手机，控制器会震动嘅只 game。嗯。诶，系咯，又开咗啊！你话恭喜之忧，起嘢咩？诶，执拍好咩 ？Y， 别。兩個就是一樣的 L B R B 都是都有耐力嗰啲嘢，個跑掣包低，我壓粒菇跑，依度係基地啊，執嘢，任嗰個暫停掣。呢啲冇見過咩整架餐，一級叫佢卡。而家冇乜春都冇，手揈揈。嗯？自選單，我喺度咩啊？捣蛋貓皮皮雞寶，貓寶雞寶嗰啲咩 ？Why？这个是那些武器轮的，打快捷键，这样 A 确定，但是没有的，有什么 match， 那个体力值，攻击和那个跑步同一条来的，这样一条而家就呢個碌碌，翻打數，哇！就係咩？十字制啲咩？十字制上陣咪上就出呢一個，我會跌死嘅只 game， 呢可以揀跳落，死人嘅。咩係啲公仔咧？咁似之前有嗰只咩希爾泰嗰只 game， 嗰啲風格好卡通。佢咪有條坐喺度咩？執樹枝，我問呢個邊度起啊？呢度可唔可以呢度起？拆除 A 制確定。喂，露天揼，連續建築。喂，卜，樣其他大件嘢，選單科技解説咩啊？
呢個咩牌精靈球，我睇到睇嗰條 trade 入面要執呢啲素材，又見到羊寶。開波三隻，強化不出。嗯，跟住睇，唔好撳落去，棲息地。偏偏工會冇工會，偏解鎖咁啊？用啲咩消耗品？全部都可以撳嘅啊！咁我點解要咁樣撳？設立係有個數，跟住咧，次一下一，慢慢整嘢。開始生產碎片木材、石頭冇咩未用點點樣有技能點嘅只 game 咩咁啊？心力值睇啦，攻擊呢個速度負重，話要升要升嘢 ，R S 撳落去我一點。一千零一點 ，why？ 好啦，哇 ，dark soul 嚟喎，要升不過呢只要起嘢，要打我啊！佢三咧，頂佢咪玩嗰啲諗緊咩 game？ 有啲 online game， 有啲怪咧，你唔打佢唔打你，你打佢係打佢死，或者去到嗰啲高咧，佢主動嚼你。哎呀，急事之，有啲怪吹雞啊！你一喐，哇咁樣，點樣執藥嗰啲？哇！佢嗰個店嗨到就差唔多，基本上係即刻黐上。我咩影相唔識嘅嘢嘅，求生指南唔識，說明書。遊戲說明書，佢好兩粒菇一齊壓咧，試下你兩粒菇一齊壓出咩畫面？冇影相冇一樣咧，我係殺羊。都唔震嘅，我係炒真想講，野生客佬相當狂暴，隨手好難叫你攞架撐。佢分屍，踢足球，但係好似呢只機係打嗰只咧就咁樣得起嘅，打死佢，佢變咗一腳，只乜嘢一路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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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踢落山崖，踢波，你執緊咩？我成日咁樣攞走，呢個邊入邊？好，攻擊然後捉佢，咁呢邊就執，我喺度，而家得樹枝啫噃，要打又射。哇！打到傻啊！打到手指流血都未啊！我要點啊？停嘅啫 ，OK。立咗啲，夠石頭，
有肉，哦，殺咗又 OK。佢殺咗啲電池，仲跌咗嚿俾我。啊，整嘢，唔夾啊！嘴唔知鬼嘢碎片喺度喺度，解咗快速傳送，可以去咩地方？冇，我咪每個地方開一次。有喎，遇難者好耐冇見過有身上冇拍老味嘅人，呢啲真係冇配音嘅呢啲，同擺鬼戴下罩要。呢、這個島地獄冇人㗎啦，得翻啲怪物，佢哋俾嗰啲咩拍老變手性命都幾輕心，俾啲基本資源，你需要強一啲，又俾咗啲木材。攰，你一開始仲會，我一開始仲會幫每個人起霧，但係起咗八字過，我有時唔起嘅，是但周圍唔平算數。佢話知識好快死，雖然如果能夠成功，一直都有希望，我啲拍檔一個都唔成功。咩古代裝置可以整精靈鹹粥啊？我哋相信有咩拍到佢哋加啲飯，祝佢哋成為我嘅戰力，捉多 T 恤等等。做得啦，我靠！你靠近嗰座塔噶，哦好遠嗰度，仲好勁哦，即係細力塔，佢死好似同伴咁。啊 ，OK， 打個要燒親佢，雞煲木床，啊又係揾木劍嗰啲，我而真係要食嘢生存。嗰只鏡係嗰啲生存真劍生存遊戲，打雞堡，哇！殺雞，雞蛋，咚咚咚咚咚咚，呢下邊已經冇意思了，你都係以為做咩啊？已經執你舊嘢，已經上咗書架。音樂喺度，我唔知除嘢咯，嘢之後一嚿石，應該成嚿汁嘅，有啲碎石。我唔知書包，應該有書包有限嘅。咩啫？三靚雞堡，貓堡，哇！誒，科技公會邀請碼，哦，即係最多哦。即是日房的这个 game， 但是不是每譬如我去每个地方，我不会我成日可以search出去的一段时间，返回标题，因为自动储存，参加多人游戏，中意小戏，实验中可能遇上，你可能会遇到此单人更細小的錯誤，特別是很多實驗中的。OK， 例如首次遊玩遊玩，所以咩推薦你單人遊戲或多人遊戲開始咩？我咪首係啊，全部人都首次玩啦。推薦先從單人遊戲，即係咩啊？官方自動器，官方自動器，
又唔咁講得借氣嘅，我因為卅幾人嘅啫，跟地區啊。官方亞洲自由器要故障信息爆箱，這些是爆箱器 1.2.0 全部隨便吧，我覺得無名無人領歌连 IP 啊，打一个试下先。哦，沙盒 game 嚟嘅，我初以为嗰啲故事游戏，但沙盒游戏系嘛？哇，即系哦，咁佢即系咁我每只 game 即系每一个沙盒，我都由头玩一次。之前有一隻 game 是類似這些，你去人家商品又由頭來過，我再為故事 game 預設，你用這個好嗎？原來每又係呢類每個商品一個，呢啲玩到好無嘢，個商品咧，我由頭玩過，快咧，咁入去啦，我唔理住啊，我唔知佢單人一個商品定係每個多人遊戲都係同一個啊，定係每個商品要由零開始升呢嗰只 game。快嘟嘟咁啊，兩下入咗去。我頂，我每個商品都玩一次咁。咁咪永遠由頭玩咯。又冇得做，每一個商品都係同一隻 game， 即係同每個商品同一個角色，我又由頭玩嘅喎，頂。咁呢度會有人啦，但係。咁你都要揀我玩一陣啦，跟住我再轉嘅，收翻又玩一陣啦。得啦，唔使啦，就點啊？可唔可以由呢度開始？時間揾個人啦。一開始，乜所謂都冇分別。係嘛？喺呢一個位。我咪零咧，哇！好傳送，你睇下有咩執樹枝？哇！呢個只怪都打我，不死！喂，佢擊死咗我啊！佢玩我點樣行？佢只怪唔知邊度破咗嚟，佢擊死我完喐唔到。呢個石頭，喂！佢叻機啊，其實啲咩呼吸細胞啊？呢、這個就係嗰只，哦，呢、這個就係嗰精靈球碎片。呢、這個我一路成日喺撳，係咪叻個拼數啊？叻機。啱咧，係喎，嗰個咩表啦，睇睇啦，真係唔同嘅喎。我覺得係叻機喎，呢個雙板啦。
枪，枪。噔噔噔噔，我要来整点台先。摄像机。拼數問題四咧，佢慢慢會回血嘅，佢就屬性未用，同埋係啦，好似鍵盤玩好啲啊，因為咁散收收，我見都唔震嘅，我打落去。如果我每而家只金樣，我永曬都麻麻地喎。佢啲入房每個房擺，跟住但係一轉場咧，又嚟開始麻麻地。以前舊 online game 一轉場又頭嚟個冇噶啦，你比如話翻呢個沙發，咁啊啲勁舊嗰啲喎，而家都唔會啦。去翻嗰啲勁舊以前啲咩吞食天地嗰啲。翻十幾廿個沙發，你一轉沙發咧，木户沙發冇嘢喎，可以搬喎。佢係咁啱合沙發先有得玩，咁啊麻麻地啦。就係好耐好耐好耐廿幾年前嗰種古跡 online game， 好似再入沙發，跟住一個名咧又分十階，但係各自各玩。搞啲人散分開玩咧，好矛盾。跟住有啲人，以前嗰啲咩同學，你太多 server 可能有三四十句，冇可能同一個 server。咁樣你就大家同唔到大家玩，又 online 嘅。而家唔會啊嘛，全部一定同一個 server。我頂到乜春都冇，好樹枝啊！睇嗰啲位出，咁樣有冇可能跑上去？有保留喎，你哋呢只 game， 我唔係好中意。嗰次以前舊係好玩，但係而家啲人流散曬咧，跟住你去到每新地方又有頭玩啦。咁我試下呢個係 online 嘅第一個帳號啦，我試下去另一個 server， 我睇下只 game 係咪該死亡後重生。喺度衰啦！我唔知几号衰快啦。多人游戏邀请啊！社群最近都讲过，呢个系24号。我呢个系拼系咯，系拼数嚟嘅。因為佢又唔係以前好似咩 Left 4 Dead 嗰啲，但 Left 4 Dead 嗰啲冇任何啲咩，冇嗰啲星咧成分就冇乜所謂咧，即刻玩。呢啲未撈到六分數，紅玉鳥龍，嗨嗨嗨！點樣玩？即係哇咁咁多，我永遠都由頭玩過，咁咪點樣？即係純粹自己開自己場自己玩嘅啫喎，麻麻地啲 game。因為我譬如我求其多個，咁由頭玩過，咁你永遠即係永遠喺自己 server 玩嘅啫，咪第只嘢好正確。即係人哋都未必肯花錢喺你個 server 度玩，你每個 server 由頭玩過。
個單人同埋個單人係咪冇意義啊？你單人嗰度單人有單人玩，你個升到個代你單人升到咩100咧？你翻嚟都有零咧，跟住又要再揼石仔，又再揼波。唔知我試下撳呢個啦，我唔理入去。以前有一隻咩吸血鬼的 game， 有一隻唔知咩 game 啊，又係玩類似啲，跟住我即刻退咗。或者真係要頭頭玩過，我麻麻，我唔係好中意呢啲遊戲。即全部要由頭玩過嘅咧，即係永遠咁你預設即係玩自己個 server， 你又搏有人入嚟嗰啲樣，冇人入嚟你就自己同空氣玩。但佢又唔係嗰啲故事遊戲咧，喺度生存，自己同自己生存，因為你係入人哋 server 玩。就咁啦，哇！即系你每次都接不停重新嚟过，我见到起码有过百个 server 啦，有官方噶啦，有人哋开噶啦。即系你直接你玩之前，你确定好确定喺边一度出边个 server 开始玩，所以通常自己一定开自己 server 自己同别人玩，系咁嘅。嗱，你真系嗱，咁我每次都要由头玩过喎，系咪？系咁样个地图嗰啲我唔知啊，都系新玩鬼知，我都唔知边，因为有啲地方好用好啲嘅，可能一出世。哇！咁我係咪要咩度？我玩啫，我要度定喺邊度玩啊？嗱，一呢啊，真由頭玩過噶。嗱，咁我咪要度定啊？冇理由百幾個 server， 每個 server 開一個人嚟玩噶。我咪攞度清楚嗱，你以後就係真係玩呢、這個會轉，你一轉就賴嘢。沙漠逃亡者，咁我而家出佢啦，翻咩24號 server 啊嘛，先話。呢啲啊，即系我入人哋啦。新消息系开咩？真系好有吸引，但系玩呢两我麻麻地。Yes， 最近到广播，咪仲有一个咪有个咩24嘅咩？佢唔收翻出嚟俾我。啊！唔搜翻出嚟咩？联系个咩啊 ？IPA 飘呢只 game 好似滑鼠玩过啲，个手掣咧我见佢都唔震嘅，佢呢啲拉落去拉到底咧，用滑鼠熄咗手掣先。佢啲滑鼠話攞個手掣拉，永遠都未拉。1、2、1、2、4，即係好高劈啊！我先睇到，我都冇懷疑嘅，100層。頭先我行咗幾步已經喺海度，咁我要揀定啲咩低ping server玩。啊，我頂啦！仲會有咩滿server？32個人先啫喎。咁如果咁啱個server好受歡迎咧？我又升到花了很多時間落去，我又玩不到，我凍在喺度。因為佢唔係玩嗰啲，咁我西湖就係喺呢一度啊嘛，喺個咩124，咁你打32人其實唔多，話多唔多，話少唔少。我唔知道係入 server 係呢啲嘅咩自己 server 遊戲。因為故事 game 或者有多人，或者知嗰只咩打恐龍 Capcom 嗰只咩打恐龍 game 即係嗰類咧，我以為可能類似咯。唔係冇得玩，咁大佬冇得玩。
系咪之前有咗啲咩封有封测嘅？咩开咗十年嘅只 game 今日先出？点解亚洲 search 唔系话劲？我今日拣咗咩？我唔记得你揿咗咩 server 最开头。啊，咁你爆就冇得玩嘅喎，咁你即系 你想每日都玩，自己开个 server 自己，但系最多卅二条友。你翻去啦。人数七个。呢块 FPS 30 FPS， 系咯，咁你点样咧？好似以前好耐以前嗰啲咩 CS 1.6 server 房系嗰啲嚟嘅，即系如果譬如我唔知个 server 摆边，如果你嗰个人咩个 server 咩删 Q 咗，或者佢咩 server DQ 咗个 server 咧，咁啊拜拜，系我会死啊！又跳落去。有保留，有保留。我玩叫点解冇？点解死咗会即刻踢出小器？见到啊！我玩咗半个钟多啲，系咪要收手？我谂下系咪要退钱？如果系玩呢、這个，我麻麻地，我唔啱玩，唔中意玩呢啲。我冇一大撅血，系要收手啦，识 game 啦。佢话咩两个钟，系咩？诶，有人踢咗出场，做咩？诶，我唔知道，跟住，跟住啊，死呢啲啊，高拼嘅，呢啲宝可梦 FC。有保留，有保留。噔噔噔噔噔噔。有極大落差。我真係諗住，我唔借啲，我諗住隻 game 起碼幾嚿水都望一百瓦嘅，因為我都未知係玩呢啲。嗱，佢哋兜咗我圈啦。如果 DD 会个 save 会成日玩，有机会消失咧，我唔系好中意玩呢啲。玩到一般人识佢十名，我唔知咩衰话死 Q 咗，又求揼个石仔啦。因為佢就話咩唔要，話咩即係 game 就係整完就可以，叫都冇，好似係好 skin 嗰啲嘢，定要咩打翻你啲衫？屌！我未見到入邊啲 game 嗰啲人。入咗去啊，睄下，未見到門人。而家成一分，我玩到十點，我睇我翻百分百得，原來有咩落場冇落場，退咗嚟。不停一開一次，全部都咁樣出咗入嚟，真係見到三隻嘢，仲有天黑喺度。開咩啊？咩事？電腦大得。係咪有咩要咩開通？又买蓝汁树枝，咩 D P， 得得得得得。
飘飘飘飘飘，系咪即系呢啲系嗰啲咩 Minecraft 嘅，即系嗰啲啊？即系嗰啲就系用个写 server 用嗰个 server 嚟计。而家用翻键盘滑鼠点样？系咯，键揿呢啲咯，攞个手掣玩又排近。羊宝，跟住呢度有啲咩星嘢？行，行，我戳咗蟹，咩咩一一一做乜嘢？冻亲，我顶啊！呢、這个一出世就开始冻，要咩饮饮暖饮，因为可以哇有火啊！即冷飲、熱飲嗰啲嘢要，得唔得啊？可唔可以補翻？可唔可以燒住黐實咗？嗱，落埋去，係啊，行埋去有得取暖喎。行咗落去咧，又就可以回，佢回血嘅好慢，打你會點啊？你未發現你要暴力殺低温變咗，即係佢係係打掃嗰啲，你唔可以亂咁接。喂，系咪真人嘅 NPC 又死紧？打死咧，冻死啊！仲要戳下戳下添。哇，可以咁样。有一斤乜嘢？做晒爆碎丝。哇！哇，好戳，好窒啊 ！Sofa， 暴力，要浸死啊！哇！我向下潛嘅只鏡，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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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三呢一隻，偷襲重錘出擊，牽制佢未得，打打少啲血先。哇，飛到咁遠，喂，好窒機，要瞄準咗先打得噶。哎，頂，我打死咗佢添，唔小心。点点点啊！92%，我要做啲咩噶？哦，等嘅啫。哇！嗰人追到我傻廿四咧，我一嘢点样又系医制出嚟啦？我咪添 Q， 帮我回血嘅啡水 ，OK。即如果呢只 game 喺一个全部是即所有玩家喺同一个视频器就会好玩咯，你咁样我可唔可以收翻啊？等佢自己收翻。如果全部人同一个视频器就 OK 嘅，但你问又系呢啲旧式嗰啲我又唔啱。咁啊，开电筒好黑啦，冻低温再落水冻更加快冻死。很严重。啊！做咗爆碎丝 ，OK， 系冻死呢个咩啊？宝箱，啲存档物，存档问题，因为玩完要有一个死死符嘅风险咧，因为仲要唔可以全部人一齐玩，哇！咩事？你下一个。你有咩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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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咪咩相属性啊？咩水冰？
咩离线走场，系噶。天，咁有个咩标题？咁你呢啲就可能稳官方稳定啲嘅，但系你入，即系你唔包保有得玩咯。跟住你入呢啲咧，就可能好玩啲，但系咧可能不稳，我唔知点样开，如何建？我睇下先。我顶开网页嘅，开网页就唔睇咯。我望下先。哇！啲複雜，你好似即係以前有試過咩開 CS 1.6嗰啲咧，又開好細個，而家反而我唔記得點開，冇乜神心，即係 Left 4 Dead 嗰啲，我真係冇咁神心開啲咩線嘅，而家玩官方嗰啲算數，即係依但係佢個官方都係得嘥嘅，係、就、咁、是、樣賺翻勁多個，自費固製資訊。新消息，求新之難。死亡機制，係啊，佢呢啲有怪，但係你咁樣斬開伺服器，會播唔同，又冇乜識，冇乜興趣玩，又唔知咩屬性黑咩屬性。關於夜晚活動，要點火咪會死人。有隻吸血鬼嘅啦，我嗰時又買咗一隻類似嗰隻唔知乜吸血鬼啊，可能一年幾前好多人玩，跟住我買咗頂又係呢啲呢類咧，跟住我唔知佢玩咗半粒鐘出緊退咗，唔中意玩呢啲呢啲咩斬開 server， 雖然啲公仔幾特別，仲充個小精靈，幾大啊？50分。拜拜，我哋玩 DBT， 唔啱玩，我退咗佢。